看。兄弟，本来是误会我们了啊！啊，继续看。快动手！你干什么的呀？他们到底干什么？他妈是你们先出电话。我们是在大路边，附近不是居民区，可能是人家不太喜欢嘛。反正是喝了酒的，就过来找我们的麻雀啊。我叫我兄弟继续唱，不让理他。然后继续唱，然后他就踢我们的设备，踢了以后就打，跑了，然后就报警嘛。警察叔叔就带走了嘛，总共应该10000多块钱吧。